爷，我听说你厉害得很，我今天跟你学一盘。哟，我厉害，连小朋友都知道了啊！哎呀，这小朋友就听得很，你学一盘就学一盘。那行，我给你教一教啊，你看好了啊，来，公鸡，走，跟你学啊，并着靠，上下，上个白马，跳马。啊哈！看好了，我给你吃炮了啊！我听炮。哎，我来一下。哎，来，中炮一放，黄金万两。跳马。跳马啊！中兵不要了，打一枪嘛！哎呀，那这炮不轻发嘛，发过去顶啥用啊？用处不大呗。你放个中炮就是为了打嘛？你出局。不打嘛你？嗯。我也出局。这又不是说是来这个马，它是不是马上就如虎的了？是，没看到门子呢。你看，我先隔断，再一吃，咋走？哦，马就死成了死马了。咋走？打了。直接打了。直接过来了。吃马，吃死马。哎。不吃。这人家是人家干这个的，他这个都加重炮了。哦，加重炮了。开炮。现在吃足吃了吗？嗯。把那个死马给吃了，先吃死马。他们怎么爱吃这个马？那个马他又对我造不成任何的威胁嘛。他暂时跑不了嘛，死死不进。他啥时候都是个死的嘛。你看跑丢了嘛。哎呀，你看嘛，我进去看住了。你看，我这个就拉到他的三个嘛，他看去嘛，对不对？我这个就管到他的三个嘛。刚才不吃嘛，你看。来，这叫为而不攻。来。咋呢？我没有，哪个呢？我这个屁股过去，屁股过去，时机不成熟了，现在这么臭，嗯，那臭就臭别人家，你又不才干嘛去了？你不才知道，我不知道他想做啥呢，我也不知道他想做啥呢。他来，我上一相，啥气都没了，上个相就行了嘛，啥气也没有嘛。上个相，这缺不都活着了吗？这盘棋缺过人民，这盘棋，你看现在咋了？哦，踩满了，你和哪个踩的？哟呵。哟呵，这回才好被他跑了，你还走开走开。嗯，输局了，过来了吗？哎，那咋上也是呢？吃我马来了，哎，这个棋不对。对，来，那咋上也是？来，这样，他吃炮他吃呗，他又不是上马说的，不要了那个炮。上马，哎，不要了，不上。他吃炮，你吃马吗？我就吃，哎呦，人家就弹了，多带那个象的，咋办？弹了打过来了，我去！哎呀，你上啥？刘浩，再吃。刘浩现在不是吃这个，他存在第一个。现在马就丢了嘛。嗯，现在他不给我丢这个子，还怪了他还，就他选择的吃。你这个交个水呢？这个交个水呢？不要了呀，那个马不要了嘛？干啥呢？打了。他不，你也上，先吃炮，那肯定。哎呀，先吃嘛。将军抽车了，抽不上，他没出抽。是，来，你现在抽。吃炮吧，那这个拿把那炮吃了，那不吃。将军抽车了，那真抽车呢，真抽车呢。这就抽车，真抽车呢。上个上个。来，放底活下了吗？哎呀，这炮还活下了。上个是上个是，哎呀，活一个炮他能干啥的？活一个炮他能干啥的？让他走。下底炮，我出将呢。哎呦呵，我现在我要直接将死你啊！现在就到出将，再出的吃都不行了，这出老帅，你看，哎，得吃象，对，死象一个嘛，他走，哎，我这就行了，还解路了啊！对，杀象一将，杀士一将就赢了。哦，那电破了啊！哎呀，电破了！哎呀，这炮又回不去，他就绝杀了，这就直接就绝了。电炮，嗯，将就着呢，小朋友，电炮。上马能赢掉吗？这个气出上马咋不攻掉一个兵就攻掉一个中士就赢了嘛。哦，兵快一步两步三马，嗯，两步就够了嘛。哎，少丢丢的可惜了。他可惜啥着呢？他是现在他的吃我嘛，等于这他要不吃我，他这个城下的啥用都没有嘛。再攻马死了，马我不要了，要那个干啥呢？我再攻一步，就问他受得住。三军闹事啊！嗯，就问他受得住。哎，我还以为他有局要看着呢，他这啥气都没了。哎，那兵啥气都没了。哦，兵他局过不来。啥气都没了，现在。退局。你看，他不害怕了。害怕了，看住了。对局了，哎。他不害怕了。对局了。对了，就对掉嘛，对掉，把那兵再吃掉嘛，他能做啥还？哎呦，照样的还说的。哎，足吃。来，
过来喝的水给他灭掉。嗯，然后上马上去，哎，咋都赢了，咋都赢了，这吃。哎呀，那霸王区啊，咋走都赢了。看那是那下步肯定霸王区对局了。已经剧组都赢了这次就。你看，哎呦，你也霸王区，平局，他霸王区对局了。哎呀，我管他呢，他对掉这个就对掉这个上市了嘛，这次他干啥呢？那挺多的，不管他，跟鸡巴在这我就对，对这个还行，挺顺带的。这球我就随便就赢进了，行了。将军，将军，人家帮过分的吗？那是可要。人家又再讲。那是不是局那说话？哎呀，说的错哦。就是我看人家是不是就是想法。哎呀，人家不对局啊。嗯。那不对的对啊。他不对，他不对。双局错了，强行攻吧，强行送。对，再上一步，再上一步，这就吃起来了。他吃了他就慢一步，这马上去就赢了。对对对对对。那谁平局呢？将军。将军上来了。双局错了。他错不开威寒。将军。哎，他咋错开呢？那是不是这个错的？他咋错呢？他将军，哟，哎呀，破还能将啊？军将，再不让他回哦，待会进军，哎，扣死了，扣死了，进军将军扣死了，扣死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将军，上来，哎，能，那只能上，只能上，那下底将，下底将没了，绝杀无敌，你看。你看，哎呀，我就败了一步啊，这是不咋败呢？这是不咋败的，这是不咋败的。这小朋友还这么厉害的啊！